大家好，今天开箱王者艺术海贼王戈尔迪罗杰，因为我在脸书社团100块买到，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品质也太好了，而且细节我觉得不输 GK， 所以决定拍给大家看。打开就是超扎实，塞得超满超重才有分量。内容物有上下半身、刀柄、脚撑、头雕。先安装上身体，再安装头雕。刀柄有形状要放对边，俗称防呆机制，是一种预防安装错误的设计。脚撑要靠在鞋子上，并同时支撑披风。脚撑上也有编号，这个编号跟塑胶带上的番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鞋底的安排十分干净，前端有做一个可能是怕前倾的设计。裤管跟裤子的皱褶细节都非常的好看。两边手指都要卡进去腰带那个孔里面做没用的固定，我是拍完看画面才发现有这个孔位。至于这一切的品质我都很满意，金银财宝的感觉非常强烈，让100块自取买到的我真的感觉很超值。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这个披风有点太硬了，感觉不好穿也太热。袖口内我还是希望可以上点黑色。披风内侧有制造商钢印，刀很硬，也是很真材实料。尤其是这个命带的画风，就真的看得出来是艾斯的爸爸了。胡子很立体，硬抠掉的话可能更像艾斯。我在摆放一阵子之后，放上虾皮200块，一下就卖掉了，真的赚，不像玩 GK 随便都要赔个3-4千块。那这题的尺寸高度约23公分，整体是极度的还原动画内罗杰在和之国时期的造型装扮，品质跟气势真的不输 GK， 面雕还原度甚至赢过一堆万元 GK， 真的很适合收藏做搭配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观看，赚了100，真是心情好，我要再来去社团看看有什么公仔可以买来出，很快就会塞上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